好，我就从我的简报这边开始。大家好，我们是台湾好植地这个专案，我们帮他取了一个英文名称叫 Patch by Planting， 其实就是希望 Patch 对城市来说，或许它是一个补丁、或者补充的城市，对台湾的国土来说，其实有一些地方是有机会再多种一些植物，特别是大树，所以我们希望把 Patch 的概念放在国土的实体环境里面，透过种植去补充更多的绿色环境。那首先就会面临到，那我们要去哪边找到这些适合比较潜力有机会的地？我们大概会透过卫星的资料，因为植物对光线来说它有一个光合作用，那卫星也可以找出这些机会，所以我们透过卫星资料可以找到已经有大树的地方跟没有大树的地方。那没有大树的地方，如果它同时间也是公园、学校或者公家机关的用地，那它是相对来说比起民宅一般的房子，它是更有机会来种树。所以我们目前找到了大家将近有100个比较大型的基地，那1500个以上大大小小的基地，我们现在都已经放在我们的共笔里面，都有一个 map， Google My Map 上面的地图，大家也可以帮忙查看一下。那这批资料都是从资料的分析而来，那也希望大家回馈一些现场的一些意见，就说我们找到这块地，它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有机会。那例如说指标基地有一块呢，就是在台北市总统府前面的两个很大的停车场，对法定的都市计划来说，它其实是广场用地，不过实际上平常大概都以停车为主，也比较少允许民众真的走进。去稍微拍照啊，或者逗留。那我们也期待从这两个指标基地来做一个演变，就是我们找到地之后呢，那我们要怎么样开始去想象怎么种？因为刚刚看到它可能